怎么回事？这刀竟然在疯狂吸我，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，而且我的境界也有了一丝突破的迹象。咋样，这刀锋不锋利？这是我第一次打造菜刀，刚刚才完工，倒是让客人你见笑了。不过我相信我都打造几次以后，一定会让造型和质量变得更好的。卧槽，他说什么？如此神兵利器居然是他自己打造的，没想到前辈还是个锻造大师。前辈，您这刀能卖给我吗？如果不卖的话，晚辈倾尽所有来换也行。什么情况？这荒街高手居然要买我的菜刀，这是为何？不会有啥猫腻吧？不行，这刀是我第一次打造的，品质不好，我若卖你岂不是坑你？这可使不得，我楚墨一向实诚，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菜刀也端了，所以抱歉了。倒是晚辈唐突了，如此好刀当时也只有前辈配用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下次来做客时我送你一把更好的，全当交个朋友，不过你得多带点酒来，我就好这一口。卧槽，大佬说要送我一把更好的神兵，还说要与我交朋友，我赵德柱竟然有机会能与如此高手成为朋友，前辈大恩大德，晚辈必当铭记在心。晚辈以武道之心发誓，以后谁若是敢得罪前辈或者前辈的后人，在下定让他不让他一家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什么恩不恩的，吃个饭还这么客气，看你样子也不会做饭吧？你还是在一边坐一会，等着等我一下吧，我可是很快的。前辈，这饭要不就下次吃吧，下次晚辈定带上厚礼前来，如此吃起来也就不会这般愧疚了。对了，之前听前辈说家中无酒了，适才晚辈在储物空间中发现了一些陈年老酿，前辈看看喜不喜欢。好酒好酒啊，这个酒很贵重吧？不贵不贵，前辈喜欢就好，下次晚辈要是能弄到的话就再带点来。赵德柱嘴里说着不贵，不过心里却是在滴血，这可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石灵侯一族中偷出来的极品好酒，他自己每次都只舍得喝一小点，不过想到更为珍贵的雾岛茶，他内心又觉得很值了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，下次来别带这么多了，少点就行。这前辈的性格真是无耻啊，呸，真是别具一格啊。前辈，那晚辈就不叨扰了。对了，您身后可有宗门亲人，若是晚辈遇见的话当行礼问声好啊。哎，我就一个人，没有宗门，至于亲人，从我老婆跑了以后就只剩一个8岁的女儿了，不过女儿也跑江湖上闯荡去了，现在不知在何方。那另外叫何名字呢？她出去以后用了假名字叫赵灵儿，长得这般。好的，晚辈记住了，前辈放心，在这南域一带我赵德柱还是罩得住的，晚辈敢保证，但凡叫赵灵儿的姑娘绝对不会有人敢找麻烦。告辞。哎，也不知何时我才能飞。女儿呀，你快努力啊，爹可全靠你了。可恶，区区凡人竟敢把本尊打晕。我靠，马德，一条傻狗居然还敢对我龇牙咧嘴，看老子打不死你。惹急了，老子把你剐了下酒。说起酒，这赵德柱留下的酒可真是好喝，度数不高，居然是甜的，像果汁一样。系统，给我家灵儿也邮一点过去，她最喜欢喝果汁了。定，恭喜宿主获得剑招草字剑诀。草字剑诀，这什么鬼？怎么听起来有点操蛋？难不成用这剑法开打还必须大喊一声草？草字剑诀，一粒尘可填海，一株桃斩尽日月星辰，此剑诀乃是九叶剑草一脉的天赋宝术，号称三大剑诀之一，无物不破，乃是最强大的攻伐术之一，若是修炼到绝巅，足以斩破古今，逆乱时光。哈哈哈，果然，我就知道早上抽奖不能先撒尿，不然用手抓了鸟，那一天手气都不好。宿主这次运气不错，可以证明本系统没有暗箱操作了吧。姑且信你一次，下次不中好东西我还是会继续怀疑你。我尼玛。行了，快发给我女儿，等灵儿掌握了我也就掌握了，我有些迫不及待想试试这最强攻伐之术到底多厉害了。灵儿，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晚啊？娘亲与李爷爷准备今日教你超级厉害的剑法，有了剑法以后你杀起牛羊来会快很多，也能增加不少战斗力。昨夜爹爹给我送来了好多果汁，灵儿喝了以后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特香，而且爹昨晚在梦里也教了灵儿剑法，爹爹说那是世间最强的剑法，应该是比李爷爷的剑法要厉害。哼，我承认你爹实力强悍，书法兵法都是无敌于天下，可不代表剑道也无敌天下，我李淳风虽然只有半步荒街，但我的剑道早已超凡，甚至能做到人剑合一。
李爷爷别生气嘛，反正爹爹昨夜在梦里传我剑法时就是这么说的。嗯，哦，是吗？那你爹都教了你什么剑法？嗯，叫草字剑诀，说是用一根茅草也能开山裂石。你爹真是个狠人啊，狠起来连自己女儿都骗。剑乃是百兵之君，连学徒都知道是越锋利越好，越刚硬越好。而草那么柔软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拿去杀人？连割破皮肤都很难做到，更别提承受剑刃。哼，我爹才不会骗我，而且他以前可是被称之为九剑仙，剑法肯定很厉害。呵呵呵，你爹被称为九剑仙，而我被称之为剑神。今日咱们就去比比，我与你爹谁的剑更厉害。好，比就比，肯定是我爹爹的草字剑诀厉害，我爹爹可是天下第一，什么都是天下第一。哼。